今天吃王品集团的外带餐，你打开来看啊。外带餐。我觉得它很特别，自己自取。那它盒子包装蛮特别的。越是艰难，越要吃饭。这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对，卫生纸。那你先开这个，这什么？哦，文轩的、打折，现在吃饭都打折哎。我们今天吃的这一盒是和风牛肉玉便当，原价240，就是这一盒。而且它蛮特别的是，它还会特别贴一张卡，说煮的人是谁，然后他体温是多少，在家防疫还有送什么大礼包，这是一个活动吧？它还有那个还有什让你么？消毒的哎，好酷哦！湿纸巾消毒的，然后然后这是什么？纸张，这个打开来是什么嘞？就是一个海报。海报。哦，垫在桌子上面吃的吗？对，那我们把它垫起来，垫起越来。是艰难，越要吃饭。那你帮你开这个。打开也是长怎样？哦，240元这个便当看起来还不错哎，这个是好像是甘梅吧，然后这个是肉。牛肉、萝然卜、后萝卜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杏像鲍杏菇。鲍菇，然后炸鱼，哎，其实菜色很丰富哎，然后还有湿纸巾，这样蛮不错的哦，还有副筷子，这样蛮棒的。那另一个嘞？另一个，这个啊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，真的太多了。另一个我点的是和风牛肉排餐，牛排套餐这个。饮料先放旁边。和风牛排套餐原价399，然后它会附有香肉酱、蔬果沙拉盒跟饭团和饮料。我选的是热奶茶。香肉酱，就这个香肉酱。哇，这酱也太多了吧。啊，我记得我是选两种，我是选双酱口味，它一个是哦黑胡椒酱，然后一个是什么红酒酱，然后一个是香肉酱，啊，这一盒是什么？香肉沙拉吧，这是没有牛和风排，牛排，好酷，然后下面还用一个很像这什么？那个暖暖包的盖暖暖包哎，它很像啦，但是不是哎，它真的它是是用。让它隔热而已。真的是暖暖包的东西耶，是热的耶。它到底是什么？就让它跟下面的差不多，因为你下面是冷的啊，下面是其实冷这也是的，热的。对，它下面也有贴吗？没有，就没有。真的耶，好酷哦！它下面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呢？来看。请你把那个打开好了，我们就假装是在餐厅里吃饭。这个开，这个是什么嘞？哇，这是什么？我有点看不太懂。应该炸是物吧？它这还有一个酱在旁边某一种不晓得，很很香香哎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什么？beef。牛排，哇，这个牛排看起来不错哦。然后这是它的本品吧？牛肉沙拉。沙拉。哦，沙拉哦，所以难怪会有香肉酱，香肉酱。
然后牛肉的话，牛排是用这两包，一个是红酒酱跟黑胡椒酱，网络上可以选两种酱。我知道这是什么的啦，因为我看他那个餐点上面是写炸饭团。哎，那应该还有一杯热奶茶，热奶茶嘞。热奶茶。对。不知道哪一杯。嗯，热奶茶。哇，真的哎，而且它包装还蛮。欸、他其实是很用心在包装哎、欸，他怕我们倒了，还特别用那个架子架起来，很烫哎、欸，这奶茶真的很烫哎、欸。还有一颗抹吉。哦，他说就是谢谢我们外带，所以特别送了一个小蛋糕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王品的外带。陶板屋。哦，不是，王品旗下陶板屋的外带。看起来其实还不错哎、欸。